细的讲一下。那我顺便讲一下一个新做法，就我上次有提到跟一些同学提到一个做法，后来讲也比较好的。我们最后结尾还是要算那个。你还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算 RPM 的 OMARI， 那我最后 reduce 到一个平均值，就要算这种对角线态的 OMARI 的速度。好，那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有一个 event sequence， 这个 event sequence 写出来长像是这样。你回去看一下上次，如果你有抄笔记的话，它是从一个 variable sequence 来的。最后的最后，我说呢，你要拿这个 sequence， 这个 open cover 跟这个 SN 的一个 open cover 做比较。你比较之后呢，你就会得到下面有一个另外一串 sequence。希望你记得，就是说，像这个 sequence 怎么得出来的？得出来的方式是这样，得出来的方式是说，如果这是我的 SN， 那么我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包含这个赤道的一个带状区，但是是南北对称的带状区，是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是。把这条纬线稍微往南一点点，然后把这条纬线稍微往北，你看的是外面这两个 face， 然后交集的部分呢，就是南北边各有一个对称的带状区，这是交集的部分。我现在画出来是 SN 的情况，那。上面这个 RPN 的情况就是经过 permutation 的连在一起，就得到相对应的 open cover。好，然后我们最后是 reduce 到什么呢？最后是 reduce 到说，我想要了解这个，比如说万一这个，万一这个前一步呢，这里是零的话，我想要了解这个 map， 是八还是十？我想知道这个 map。或者说我真正想了解的是，比如说 pi n star， 如果前一步的 RPN 减一。H 减一是零的话，我想要知道这个 max。那如果它是零呢？万一它是零，我就知道这个是个 absolute only， 所以我知道这是个 z。那我当然就知道，我想要知道这个 z 送到这个 z 的 image 是什么。那同样的道理，这就跟我把这个映射这样接过来，看这个 map 是什么，是一样的道理。之前我跟一些同学提供的方法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 map 给 work out。这个 map 是什么呢？这个 map 是你用这个 open cover 去做。connecting homomorphism， 所以你必须在里面找出那个 generator， 然后把那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写出来，然后看它的 elements。但它会比较困难，为什么？因为它会牵涉到一些分割的问题。我们要做这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的时候，我们讲过最好你选的那个 element 本身你可以写出两块，一块要掉在这里面，一块掉在这里面。可是对这个 SN 而言呢，你选这个 generator 的时候，你通常就选的那个不会是掉在任何一块里面，因为它通常会包含一个。也会碰到赤道，所以你说细分也可以，但是会变得很麻烦，尤其是微积分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想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其实可以用一些代数 tree， 这个东西比较难了解，但是这个东西比较好了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我们讲过垂直的 map 都是经过 projection 来的，都是经过这个 pi n star 丢出来的。所以这个垂直的 map 这两项是什么？这两项就是这两个东西的 homology， 这两圈。那我们讲过，我故意选的，就这个是 z， 这个是，我就把它叫做 z， 那这个叫做 z。我故意在这个地方选了一个叫 gamma 的东西 ，gamma 是这个北半球的某一圈 curve， 你可以把它分段有关系，但是它就叫做 gamma。那南半球呢，你故意不要选这一圈，你故意不要选同方向，你故意选反方向。反方向是什么呢？反方向是把 gamma 整个加符号。你把伽马怎么加？好，负伽。
那这个负伽马的意思是说，在这个球面的空间里面，你把伽马给反过来，所以我这写法不是很好啊。好了，叫做伽马负，这样比较清楚。好，上面这个叫伽马正，下面这叫伽马负。那他们在球面上的性质就是把其中的加负号就变对了。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呢？这个部分是经过 projection， 经过把对心点连在一起送进来，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带状区域，对不对？这个送到这个半球面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把对径点连在一起，那它会得到一个带状区域。这带状区域，哦，对不起，这画出是这个交集后上半部。对径点连完之后呢，我完全没有看到它，我用的是上半部的这个带状区域。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还是可以选一个，比如说一个 curve 叫做 gamma。我说它叫做，它就是 z gamma， 就这个 map 是很清楚的。这个 map 就是把 gamma 正面就送到 gamma，gamma 负也送到 gamma， 因为 gamma 负虽然是反方向，但加个负号就回到 gamma 正，所以经过派这个派 n 的时候，它就跑到这个 gamma。所以这个 map 呢，你用这个基底写的话，它其实是把10送到一，那01送到一，这个 map 是这样子。好，那了解这个 map 之后呢，我们剩下只需要知道什么？我想要知道这个 map 的 image， 这个 map 的 image。如果知道这个 image， 我就知道这个映射是这样的，我基本上也可以知道它的 image。我一切的一切就是想要知道它的 image。可是呢，这个 map 的 image， 我把这个叫做这个啊，这个 conventional morphism， 那这个叫做 k star。您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connecting homomorphism 跟 kernel J star、K star 是一样的，这是没有人会 sequence 的，就告诉你。可是什么是 K star 呢？ K star 是说，啊，你还记得啊？我们现在写出来这个部分是交集以后的东西。那下一个项怎么来的？下一个项是把那个交集的东西分别送到这两个里面。但送到后面这个可以不用看，因为它的红外是零，在 DNG 的时候这个不用看，所以我们就送到这里。那收到这里的时候，我故意把它写成 S n 减一，是因为这个东西又可以收缩到这个 S n 减一。所以如果这个 S n 减一，我就选故意选这个方向，把它叫做伽马。我是可以知道这个 max 精确的知道，怎么知道呢？因为伽马正这个圈圈，你先把它摆进来这里，在上面，再把它收缩下来，你再就是伽马里两个 class， 你可以故意参数选择让它们会变一样。所以呢， 10送过来呢会是 1， 会是 1， 就是这个东西。那01呢， gamma 负这个人你先把它摆进来这，它变成是反方向的一个圈圈，需要经过 这个 retractor 送进来的时候，它会变成是一个反过来的圈圈。那个反过来的圈圈呢就会是送到负1嘛，对不对？反过来的圈圈。所以呢，这个 map 是很清楚，下面这个 map 呢基本上 K star 在我们刚才选的这个基底之下，它就可以选，就可以写成，就可以写成这个 A V 啊，是送到 A 减 B 嘛。所以 kernel 呢，基本上就是由 E 生成。可是 image 就是 kernel，image 就是 kernel。所以这个 image 呢是什么 ？image 就是所有由 E 生成的东西。那请问 E 送上去？这个叫做 I 啊，左面是啊，对，这送上去一送上去就是一加一嘛，就是二，所以这样我就知道说这个 map 其实是把这边的一会送到 I 二，这样我就知道这个 map 是乘二的 map， 这样清楚吗？这是为什么我们得到乘二 map？ 那我刚才这件事情完全不需要去 figure out 这个东西是，就是我们是从后面这个地方资讯也很清楚。有办法，那你要稍微记一下。好，那这个最前面的一步呢，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在这个 H1 RP1 的时候，这个东西是 Z， 而且呢，我还知道这个 map， 这个 map 呢，它基本上就是乘二的。对，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那天有讲说 H1 呢有两个 map， 一个是送到 RP1。一个是送到 S1， 那这两个在什么样的？
这个方法是把它想成是在 C， 你是把 Z 送到 Z 以上。所以如果你用的是下面这个 map 的话，你很清楚会知道这个 map 是什么二的 map， 因为你每一个 generator 平方之后就变走两次，所以就变成这个两倍的 generator。你知道这个是 Z 之后呢，我们就会 conclude 说 H2 RP2 这里，你把这个 argument 跑到这里，你会知道它是零。是零之后呢，你才回到才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就知道说 OK， 我这方二，这是零。所以到 stack 的时候，这个 map 变成是乘二。那这个 map 是乘二之后，你可以推出四是零啊，就是这个我就不写了，因为上次基本上已经有讲过。如果你已经知道呢，某一步的 pi n star 是这个 z 到 z 的乘二 map， 那下一步的 pi n 啊，这个 h 对，这个 h n r p n pi n star 这个 map 是乘二的 map 的话，那么下一步的 h n 加一 r p n 加一就是零。那如果是零的话呢，就知道在下一步的那个 map 会乘二，所以就会这样一个交出。这个是关于这个上次最后讲到的一个部分，好，我就重新的讲一次给大家听，这样参考一下。好，那最后呢，我想要给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是我希望你们还记得啊，在前面的某一堂课呢，我有提到这个 relative homology， 对不对？ relative homology。就是说，如果给你 x 是一个扣空间，那 a 呢是一个子集，你就想是一个子空间。如果是这样呢，我稍微帮大家复习一下，过了国庆日，很多事情都有记得。我们有学过呢，有一个 Shorty 的 sequence of chain complexes。如果你已经做了相似的习题呢，你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导出来，因为这地方本来有一串 a 的，那这里有一串 x， 你只是全部都取它的 co-kernel。那取完 co-kernel 之后呢，照理讲这个习题应该就会做的话，就知道说 co-kernel 之间也可以串起来，得到一个这个 chain complex。好，那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去算出来，它的 homology 呢，就定义成这个叫 relative。或者是符号这样，我稍微改一改，我就把它叫做 S 点 X A。那这个东西就定义成这个，好 ，S 点 X A， 它叫做relative chain complex of 这个 pair X A， 这个 topological pair。我们后面的很多地方会讨论 pair， pair 的意思是说，我们会讨论这个consider very frequently。
y 等于 y plus。那这个要求呢，在很多时候你可以去掉，透过一些 modify 它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前面呢在定这个 category of chain complexes 的时候，就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两个 chain complex 之间的 chain maps 定成一些 homomorphism， 然后可以跟 boundary map 交换。那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有两组不同的 chain complexes， 但中间这些 homomorphism 是长一模一样，就是 group 是一样，但 boundary map 是不一样，可是 homomorphism 是一样，这是有的，你可以举出很多 trivial 的例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两串看起来一样 homomorphism 长的是不一样。可是你会说，那可是我写不出来了。方法就是说，你在定这个 map 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 domain 跟 target 加进去。这件事情是很容易的，因为在集合论里面，什么是一个 map 呢？一个 map 就是，比如说从 x 到 y 的 map， 它都定成是 x y， 就是 set theoretical。在这个集合论的情况，比如说你讨论 sets 的 category， 或是 topological spaces， 或是 whatever groups 等等，这个通常一个 morphism 都是有 graph。所以以前呢，在定义一个 map 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指定一个 graph， 在这里面一个子集，满足一些条件。那现在很简单，就是说你不只指定这个子集，你还要指定这个 a 跟 y， 就是你把一个 f replace by f， 然后还有它的 x 跟 y。你把它全部合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这样 x y 就自动在里面。所以只要你这个情况，你的这个 category 是属于类似集合这一类的，或是可以这么处理的，你都可以把这个条件忽略，因为你稍微做个调整，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件事情。好，所以你把这个 morphism 的定义多加进去 x 跟 y 就没事。但是如果超出集合的 category， 就可能会有一些数学基础上的问题，逻辑上的问题。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情况都不会超出集合的 category， 所以暂时就接受这件事情。我还没讲完，就是说这个我们以后会考虑这个 topological pairs 的 category， 那你要记在心里面。我们每次讲一个 morphism 的时候，就是一个 continuous map， 那从大空间送到大空间，保持小空间。好，那如果有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再定了一个这个东西。以前是对 topological space 可以定的 homology， 现在我可以对 pair 定这样的东西。那我们也讲过，如果你有 short index sequence， 就会 induce 一个 long index sequence， 所以会有一个从它的 homology 送到它的 homology， 送到这个，然后再接轨到它的下一节，小一节的 homology。那最后，在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之前呢，我想要稍微提一下，就它的几何的意思是什么。好，我把这个地方擦掉。几何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想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分两步骤，先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把它定成这样了，所以它可以想成什么？它就是由所有的全 complex。生成了 free abelian group， 什么样的 chain complexes 呢？那种对不起，所有的 simplex 啊 ，simplexes， 所有的 k simplex， 它的 image 呢不完全掉在 A 里面，啊，这种不要。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完全掉在 A 里面，我就叫做零。这个 simplex， 这个 chain complex， 这个 group 的性质是这样，就有点像说你以前想要看的是一些 chain 组，那我现在看的是，只要那个整个掉在 A 里面的，我都要当作没看到，其他的就留下。所以它是一个 free abelian group。这里有一个要点，就是说这些都是 free， 那这会有很多好处。好，那么什么叫做 zk 呢 ？zk 我这符号就不特别解释了。zk 就告诉你说，我这里也算 chain complex， 所以我看它 decay 度的 kernel， 我把那个写出来。什么是 zk 呢 ？zk 就是所有长相这种样子的东西，叫做 c。加上这个 SK， 这是一个这里面的元素。那你去把它做 boundary， 对不对？做 boundary map 做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把前面这个东西做 boundary， 直接把前面这个做 boundary。它送下来就是 boundary K
加上 S K 加 E K 减 E A， 可是你希望它是零嘛？你希望它是零，对不对 ？Z K 是定成零的意思，所以零的意思是什么？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掉在哪里？很简单啊，你这个地方呢，如果挑一个元素，我们刚才讲过，它里面元素长什么样子？它里面元素是长成 C 加 SK A 的样子，对不对？然后这个 C 呢，要满足一个条件，它必须要掉在 SK 前 A 里面，满足这个条件，这样的话就是这种这个地方送下来这里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你现在把这个元素送到左边来。我就不特别在想，这送下来呢 ，K 减 E，X，S K 减 E，A， 串东西，对不对？但这个地方呢，选了一个 C 加 SKA 嘛，我知道送下来是零，意思就是说 C 的 boundary 是零，好，没有性，C 的 boundary 不是零，在这个 SK 减 EA 送下来之后要在下一个。那么你要走到左边来怎么做呢？先找一个人对到它嘛，那你就二话不说就找 C 就对到它，为什么？因为 C 本来就对到。对到这个人，往右走就直接取 offset 的意思。好，那把 C 送下来，这是 boundary K X， 所以你就是 boundary K C X 就不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因为它送过来会掉在这里面，所以它就从左边来，所以这个 boundary K 好，它就是自己这个人。所以呢，这个印证很简单，就只是把它求 boundary K C，
这样。再讲一次啊，这个响声是什么？这个响声是那种 cycle， 不是 cycle， 那种 chain， 它的 boundary 会掉在里面，做成 process。那它的 class 送过来是什么？变成是一个 A 里面的 class， 就是把那个 boundary 找出来，它就本来就掉在里面，就是这样。所以几何一其实是相当清楚的。然后我上次有讲到说，其实刚才这个地方的操作，等到这个同理的 sequence 的操作完全都是代数，对不对？你先有一个 surely 的 sequence， chain complex，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同理的 sequence。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其实我也可以把它换一换，对不对？我可以把它换成是，我有三个 x， 我就是 a， 再有 b，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全部都换掉。可以得到S A E S A E 就是 X X， 你可以得到新的三串全 complex 啊，这只是从 group 的 theory 来的，很明显证明中间这个boundary map 都被交换，那么你这个 sequence 就改了。映射的方式，请你自己写一写啊，这个很容易可以看出来，非常简单，我就不特别去写。好，所以我们后面会常常去使用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最后的 remark， 这个地方是关于 main accuracy。的时候，我告诉你说，我要有这个一个 excessive couple， 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讲的情况是这样的 ，x2 是在 x， 当然 x 是一个错误空间。我们前面有定义什么叫做一个excessive couple， 定义的方式是说。我那时候定义是这样，那时候定义是说这个东西呢，它 induce， 它 induces 啊 ，isomorphisms。那个时候定义是这样。就是啊，就是我说错了，那时候定义不是这样，但是我接下来要讲说它是这样，啊，就是查一下，我说呢，这个东西呢 is a chain equivalence， 对不对？啊，当然 in particular 它就会 induce homology 来什么，啊，因为是 chain equivalence 的关系。那我要想说，啊，这个定义呢？换一个新的定义啊，这定义就是我刚才写的，就是说这个 h k x 1 x 2经过 i star， 这是一个 isomorphism。好，我要说这两个定义其实等一下，我刚才已经讲上面这个当然会 imply 下面这件事情 ，chain equivalence 当然会 imply isomorphism 跟 homologies。那反过来是对的，反过来是对的呢。我想留给你们自己去阅读，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很简单，你要用到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叫做，但不一定要这么做，但这是一个办法啊。在这个书本上，用的 Spanier 这个书的话，你在第四章的第二集，
地方，它有一个概念叫做 mapping point。Maps。好，你去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告诉你说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呢，我有一个 chain equivalence 的跟 chain complexes， 就会导出 homogenized moment。他回答说，什么时候反过来是对的？如果你有一个 homogenized moment， 什么时候原本那两个 chain 之间这个 map 其实是一个 chain equivalence？ 那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chain complexes 是 free 的时候，就你这些 group 都是 free， 那在我们这个 case 刚好是。我们这一 group 全部都是 free of n groups， 只要是那种情况，它就可以证明说，那反过来是对的。所以那个只是纯粹代数的事情，我就交给你们自己去看。啊，尤其这个 mapping point 呢，它是一个蛮重要的构造，只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拿它来做很大的事情。但如果你以后继续学很多的目标代数或什么的，你会遇到它，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机会有一个大致上的经验。所以这件事情留给你自己。因此，当我以后想到这个，好，这个是这个没写，有英文，有英文。我说呢，是吧 ？X one, X two， 三十八，对，这样子。那同样，下面这个东西也是啊，就是说，你可以把这句话换成这个，可以吗？好，我们现在在定义什么叫做。直接告诉你说，它的特性就是你用这个全康来算什么，你列出来这个来算的话，它是干什么东西，这样就叫做 excessive power。好的，那么什么是 variable sequence pairs？ 也没什么大不了，它就是如果呢，我有 x1、x2 都是在 x， 啊，这当然是一个 topological space。然后呢 ，A1 呢是在 X1 里 ，A2 呢是在 X2 里。然后假设呢 ，X1、X2 还有 A1、A2 are both excessive tuples。这是我的假设，一个 condition。那么。我就会有一个 long exist sequence， 这 long exist sequence 的长相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要做成 relative， 会也算这个东西，就是把原本 m a r r i a r sequence 改成 relative 的情况。但是你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现在这两个 pair 各自要是一个 excessive couple。好，那么其实这么也是相当容易的，不过我还是就勾出例子给大家看，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东西。概念是这样，概念是说呢，你要算这些东西嘛，你要从原本是那两个我没有交接延迟。啊，抱歉抱歉，真的是。好，非常好，做对了，大家都要学习。这位同学，就是你看到错，你要立刻把它讲出来。好，交集。好，那么概念是什么呢？概念就是说，你把原本的 sequence 拿来做嘛。你原本的 variator sequence 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是从 SK A 交，我写一点 A1 交 A2 送到呢 A1。Direction A2， 然后送到一个辅助的 chain complex Z， 然后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一个 Inner sequence。那么同样的，你如果看 X1 加 X2， X1 Direction S2 X2 的 chain complex， 那这地方就是 X1 加上
这有一个 storage sequence 或 chain number sequence。那么垂直方向当然很明显的有 inclusion maps， 全部都可以摆进来 inclusion maps。好，那下一步呢？这个地方它勾选它，按照我们先前的定义，就是 the relative 的 chain number sequence。这地方也是，啊 ，direction 就是各自做勾选。勾选完之后，当然就是这个。那这个地方呢，我就因为它勾选完是长得很奇怪，我就不要写，因为长出来，我们给个特别的名字好了，就叫做这个 S check 好了 ，X one X two A one A two。这随便写，这个不是标准的符号。那我们要讲说呢，其实呢，因为我对上面这两串东西用 stack label， 我就知道这个零零零，然后接到这里，然后最后把底写在这里，那最后一个是零，这是一个，可能这是一个 easy sequence， 这个是一个 short easy sequence。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easy sequence。好，那么如果它是一个 easy sequence。你就可以用它来得出一个 long index sequence， 就你把它 long index sequence 一写，这个东西就在这里。那它的下一项呢？这个人，他的 homology 就在这里。所以你会得到一个 long index sequence， 但这个地方呢的长相暂时，这个地方的长相暂时还不是这样，它长相应该是这个。奇怪的 chain number x1 x2 a1 a2， 它暂时还跟这个 chain number 的 homology， 但是你会得到一个 long index sequence。那么现在你知道一件事情是说，这没问题吧？就是说我从这个地方会得到 name。那么有了这个之后呢，我要把这个擦掉哦，这边要擦掉。我这边不看。我这地方有一个 easy sequence of chain complexes， 你要怎么样得到 main major sequence？ 是把它跟这个人做比较，要把它跟这个人做比较，对不对？那是叫 map， 他勾选他呢是什么？就是可以去得到这个。那摆这个 kernel 的 universal property 跟你上次做的习题，你应该知道中间有唯一的 map 可以接过来，使得这个可以交换，对不对？存在一个唯一的 map 可以把它接过来。好，所以我事实上是得到了两串 short easy sequence of chain complexes。那既然我有两串 short easy sequence of chain complexes， 我就把他们的那个 main universal sequence， 把这个 long easy sequence 写出来。long index sequence 写出来之后呢，我会得到什么？我会得到说，就是我把它翻一下，这个翻45度。写出来之后呢，它的长相应该是，这个长相得到是 h k a 1点几 a 2，然后送到 h k x 1点几 x 2。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做的 relative homology 的 short index sequence， 的 long index sequence。这样做出来有一长串，好，后面呢就重复了这个 K 主码减少，那另外一串呢，这个加尾呢就得到下面这个 A1 加 A2 X1 加 X2， 好，有这些 map， 那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这个 induce 出来的 map 所 induce 出来的 homology map。后面以此类推，那垂直方向都有很多的 map。可是呢，前面那个 excessive couple 假设会告诉我说，这个是在什么东西？当然后面这个都是在什么东西？每两个在什么东西？那个 S N， 意思就只是他勾选他，好不好？就是说我把它定成，好吧？
吧，我刚才不想这样写，但是他已经逼得我把它写出来。好，我就这样写。好，我只把它定成这样子。OK， 反正你们以后都要学了。就是当我讲说这个是 Exact Sequence， Exact Sequence 的时候呢，我都会很自然的。万一我有一段是 Injection， 下一个我就取代 Concurrent， 都是诸如此类。好，所以我没有特别讲写出来，你应该要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不过，我现在把它写出来，讲的。所以摆 five lemma， 好 ，five lemma， 就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 isomorphism， 可以吗？所以这个东西是 isomorphism， 它是怎么来的？它是透过这个 induce map。那你把这个 induce map 跟刚才那些东西接起来，你就可以把它换到，这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就把它换到 x1 连接 x2， a1 连接。就中间有个 map， 那他到他的 map， 就是你先把里面的全开门要先送进来，送进来加起来送过来，那跟直接引入出来的写垃圾不一样。这只在告诉你说，如果你用的是 excess table for pairs 的话，那么你还是会得到一个 main vector sequence。不过用途你们自己去找，我今天不会举任何例子。我想要来讲后面的一个蛮容易的，但是是一个不错的概念跟 trick 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第九节啊，应该是第九节吧。这个叫做 excision。我们刚才一直讲说这个 excision table， 我实在不太确定这是不是这样念，或是可能是要念 excess table。有谁英文比较好的可以私底下告诉我。Excision 呢是什么意思？切除的意思。它其实是从这个我们前面讨论这个 mirror vector sequence， 从这个excision table 来。比如说呢 ，x 是一个拓扑空间，然后 x1 呢 ，x2 呢，它们合在一起是一个。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一个，好，我把它写成是一个，写成一个定理好了，好，九点零，这叫做 theorem， 或叫 excision theorem。讲 theorem 实在太可怕，因为它实在很简单，就是，不过因为一般都是这样称，所以我就把它叫做。那我也知道说，我说这是一个 excision couple， 它充分必要条件是，这就换成一个我妈妈觉得叙述，它条件是这样，它条件是说，这个 inclusion， 这个叫做 x1 加 x2， 放在呢 x1 连接 x2， 这 inclusion 的已经是。你取 relative homology 之后，你会得到 isomorphism。上面这个 map 我希望你明白，就是说 x1 是 x1 连接 x2 的子空间，就是用那个包含映射。那后面这当然是那个子空间，就是、包含映射。他前面有讲到说，其实这个 relative homology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在这个。homological pair 的 category 之下的一个 function， 你会得到一个 map， 那个 map 不是 homomorphism， 可以证啊，我们说它是 isomorphism， 重要条件就是上面这个 pair 是一个 excision couple， 这可能比较接近原本这个名字的本意。所以你要怎么看呢？你的看法是这样，看法是说这是一个大空间，然后里面有小空间。我现在呢把这个大空间呢切掉一些不在 x1 的部分，我就把不在 x1 的部分都切掉。那么 x2 里面也切掉不在 x1 的部分，就变这个。OK， 就这两者同时切掉不在 x1 的部分，就变这个东西。然后他们两个是在同位，所以它叫切除定理。因为它告诉你说，如果他们 form an excision couple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同时把这里的这两个东西里面不在 x1 的部分切掉，它再来是一个 isomorphism， 就这样。但你如果觉得不喜欢这种讲法的话，符号上可以稍微换一换，不过我就把它写成一个 corollary 的样子，
就一个常常使用到的情况是这样。在 polar 的情况是说呢，如果x 是一个透空间，然后 a 呢，它是在这个我好像用什么？用这个，我想一下。好吧，随便写一个。这个 v 是在 v 是一个 a、b 都是子集啊。那当然，我还要求就是说 v 的 closure 要包含在 a 的 interior 里面。这样的话，那么我就知道一件事情，我就知道呢。我可以同时把这个 b 剪掉，叙述就这么简单。那这只是说了一个废话，因为它只是在两边的。如果你承认刚才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原因是上面这个条件，它其实是等价于。x 扣掉 b 等于 zero 连集 a 等于 zero 是等于 x， 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摆在 condition， 从 b 很简单可以推出来是怎么这样，所以 b bar 包含在右边就表示它的 complement 跟右边合在一起是 x。那也就是说，这个 pair x 扣掉 b l a is precisely double。那既然它是一个 excited couple， 你就套到刚才这个结论，你就得到了，那就这么简单。很无聊，因为我们前面有学过，如果你有两个子集，它们的 interior 合起来有包含它们的连集的话，它就是一个 excited couple。这是我们前面在讨论 subdivision 之前讲那个 open cover 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写出来，你要自己知道。你就把它用在这个最简单的情况。那至于这个。Excision 定理，也是相当容易的，因为呢，你要看这两个，这个是摆什么东西的，那你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在做的事情是你去看两串 inverse sequence。这是一个 Shorted sequence of check complexes。那你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five lemma 的应用。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 x1 连集 x2 勾选掉 x2。好，所以我会有两串这个东西，那你很容易验证，垂直部分都有 map。这些都是可以交换的，然后横向都是一样，很明显是一样。好，可是呢，您知道一件事情是说，这个人，因为一个映射送进来是从这叫什么第二统动力，对不对？不行，是 x1，是这样，对不对？有个第二统动力。送进来，可是呢，右边这个东西，这 by definition， 它就是 x1 加 x2， 为什么？因为下面是说那个 free abelian group 哪一部分有那种 simplexes， 又掉 x1 又掉 x2， 那当然这里面，可以吗？这很明显，这个等号是 almost trivial， 下面这个是相的，这样是相的。好，所以上面这个人呢，他就是。X1 加 X2 的这个 chain complex， 而下面这个人他就是 X1 连 X2， 所以他到他有一个自然的 map， 他显然这个 map 是把 induce 出来的，就输送开来的。好，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有两串 show 一些 sequences of chain complexes， 我就把他们都 take 那个 long induce long 一些 sequence of homology groups。然后前面的习题有告诉过你，如果这两串中间有 map 可以交换的话，你
得到那两份长的，中间也会有 map 的交换。可是呢，你得到长了以后呢，你发现，你每三个位置就重复一次，那这是等号，所以它induce出来是一个重复。那这个按照 excessive tuple 的定义，你知道它induce出来我妈也是 isomorphic 的，所以你就会推到用 five name 嘛，下一个，因为它被两个 isomorphic 给夹住，所以这个人就 induce 一个 isomorphic 的推 homology groups， 可以吗？我就不写了，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一串跟这一串的 long is a sequence of homology groups 写出来两串。垂直很多映射，垂直的映射呢，反正就是它的，再回到它的，那可是这两个都在什么？所以第三个就会在什么？不知道在什么。反过来是对的，反过来是说呢，如果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 excessive tuple， 我不知道这个在什么东西，可是我知道这个东西的 homology group 的 induce 在什么东西，那一样是 five name 嘛，因为一样是三个名词在什么东西，就推到下一个，就是好，所以这样就做完了。就不一定要熟悉了，这个很容易，交给你自己，可以吗？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好，没有问题。那么，好，我们先可以提早一点休息，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好了，以后面的时钟为准。希望大家觉得今天这个课还蛮轻松的。也蛮简单的嘛，到目前为止。我本来要教比较难的东西，那我想说，因为放假刚回来，我还是从简单开始热身一下。我讲下一个东西之前呢，我想要附带提一件事情，就上次在讲习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讲很快，你这细节去注意的时候都会很麻烦。哦，在那之前，刚有我先讲一下，同学有跟我讲说习题就是有个地方要改，我跟你们讲一下，就是习题三嘛，习题三。这次的习题的第三题，在定义那个 quotient 的时候，我弄了一个条件，我写说这个 i x 要等于 i x prime， 那事实上是 if x 跟 x prime 要等价的，还有这个条件，我不小心写成 x 跟 x prime 都是属于 x， 那当然是错的，因为这样的话还就是 constant bad， 所以你们自己把它改一改，所以在那个定义习题三的 definition， 在定义 quotient 的时候，我有讲到说。这个原本这个地方是写 xx prime 在 x 里面，那个是错的。好，那意思是说等价的时候它们可以的。OK， 好。那我稍微提一下有件事情，我们上次很快忽略，但它必须要被这样做。我们上次做了一个题目是说，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很奇怪的空间叫 x， 然后你先做它的 product 零一区间，然后你把下面连接，对不对？上次有做这个。然后我们就讲说，你这个什么挖掉它有一点 memory track 的那个，其实这里面呢有一个地方你要很小心，因为在我们写 memory track 的时候，你会牵涉到一些 map， 那些 map 呢，它的形象就是说，可能是原本有一个空间，比如在这个例子，你原本有一个 memory track 是送到这个下面这个，这个东西是把整个原本这个空呢，全部都收缩到下面，好，这里空间是 trap。可是呢，我们讲说，我希望把它变成这样。我希望说，我现在写出来这个空间，它会把这个空收缩到这个点，收到这个点。那么我已经知道集合论上，这是一个 set theory。存在唯一的 set theoretical max 的这个交换，在我那个例子里面，就我上面这个映射呢，我的映法很简单，就是把 xt 送到 x， 送到 x， 抱歉，这写的不太对，在我们这个例子是这样，就是把 x 乘以一，送到。x 乘零一，那下面的地方就是把 x 就是叫 y， 还记得那个空叫 y， 好，只要把它充到 y，y 是 x 乘零一，我选掉下面这个面，那上面这个映射很简单，它就是把 x t 啊 s， 好，它就
就送到 S， 就是这样。那你可以很容易验证，在这个假设之下不会有唯一的。如果这个叫做拍的话，这叫做拍乘上零一区间的 identity， 你会有唯一的一个 set derivable 映射啊，就集合论这样映射，使得这个可以交换。那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映射到底是不是连续？是不是连续？因为是连续的，你才有办法说 y 的这个空间。现在我坐在这个 y 的空间，它是一个 imaginary tree 到底。但这个地方就是很讨厌，因为你不觉得说这怎么不连续呢？可是它就是会牵涉到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你怎么 verify 它，其实很麻烦。那有一种情况是你可以很容易 verify 它，比如说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 quotient map 的话，你就可以证明它连续。可是，一般来讲，要证明，就你在乘零一之前，这个 quotient map 它没有问题。可是你同时把它乘了零一之后，常人你会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 quotient map， 会出很多毛病。除非啦，除非它可以用那种最简单的，比如说这个都是 compact， 然后这是 Hausdorff， 那它就会是 quotient map， 因为它是一个 close map。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就 OK。所以呢，我上次在讲之后，我就告诉你说，这个很容易连 check， 你可以证明说这个是连续，但其实证起来有点麻烦。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 x 事实上在我的假设里面，在性能上你要先证明 x is compact。我们的假设呢，有我讲，就是说这里存在一个 u， 对不对 ？u 是来 homomorphic 到 Rn 加一，你必须要利用到这个假设，这个 u 是 open set。这个 open set 跟 Rn 加一是 homomorphic， 你用这个假设，你其实可以证明这个 slice x 是 compact。那因为它是 compact， 所以是 compact， 是 compact， 显然是 Hausdorff， 下来是 close map， 所以它是一个 close map， 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想办法去证明 x 是 compact。我是跟你讲，就是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是忽略这件事，就直接说这个 continuous， 但是其实 它并不是的，这种杀头英雄。那只是说一般来讲，这么我们的情况很多时候都是 compact， 我们在处理的空间，所以比较不需要烦恼。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有些时候你真的要去烦恼一下，这个你们自己回去想一下，很容易我不会说很容易，但也不会很。很简单，跟很容易是差不多。好，九点二呢？我们想要讲是什么？我们刚才定义了这个 relative homology， 我们想要来讲它的 meaning。我很想写它的 geometric meaning， 但是它其实也不是很 geometric meaning。总而言之，它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了解、啊、当情况比较好的时候，情况要多好呢？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要给个定义。你回想起在很久以前，我们已经有学过这个 deformation retract， 有学过 retract deformation retract。那今天要引进一个新的概念，叫做 strong deformation retract。是这样的，就说呢，我符号故意用的跟接下来要用的字，假设呢，我现在 u 呢是一个拓扑空间，然后 a 呢是一个空间，我们说呢，这子空间我就有一个映射嘛，这个映射通常我们就给个名字哈，就叫 i 哈，简单一点叫 i 哈，这个子空间，我们说呢 ，a 呢 is strong deformation retract。术语，我觉得我可能会写一个 H。If 呢，第一个存在一个 continuous map， 从U 送到 A， 这是。第一步叫 retraction 啊，使得呢i circle 啊就是有一个 map 把整个 u 送到 a， 而且 a 里面的点都送到自己，这第一部分。and 我们在定义 deformation retract 的时候讲说，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说你把它反过来接，先做 r， 再放到 u 里面，看它跟 identity u 是不是混合它的。
它跟 identity U 呢是透过一个叫 H 的中间层搭配。如果我的条件只有写这样的话，那我就说它是一个 deformation retrieval， 这是我之前在学 deformation retrieval 的时候这样子。Strong 的意思是说呢，使得上面这个条件的意思，这个条件意思是说，你真的把它写出来，这句话，它的意思在这，就是有个 H， 它是一个连续映射，它是从 X 乘以零一区间送到 X 连续映射，使得呢，它把 X 0是送到 X， 然后，这个方向有点错，然后这个 X 应该是 U 吧？对，没错，这是。就送到 Rx， 对不对？本来是这样，红马头笔，意思是说 identity 跟 R 这两个映射是红马头笔，本来 deformation retrieval 就是这样。但我们还要要求 strong 的意思是说，我要多加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说，我从头到尾，如果一开始已经在 A 里面的话，那么我从头到尾它都还是自己都不动。叫 deformation retrieval， 那 strong deformation retrieval。图像上呢也是很清楚的，我们先前有讲过 deformation retrieval 的意思是说，第一个我有个空间叫 U， 里面有一个子集叫比如说 A。deformation retrieval 是说我有一个映射，把每个点送到子集在某个点，而且如果我的点本来就调在 Y 上的话，它就是子集。这个是 retraction。那 deformation retraction 是说呢，我会有个方式把每个点有一个 path 走到它，大致上是这样。当然写出来你必须要写出这个走法，写出来这个映射是连续映射。那 strong deformation retraction 意思是说，因为 deformation retraction 并没有要求这上面的点不可以走出去，它可以在走的过程中是走出去，只是说最后走回来，本来是这样子。可是 strong deformation retraction 告诉你说这个不会发生。就这上面的点在走的时候就不动，它从头到尾都不动，这叫 deformation retrieval。所以你在告诉我说，这个空间里面的 x 怎么走到 rx 的时候，这个走法你必须要确定 a 上的点是从头到尾没走。所以呢，在这个像我们刚才举这个例子，就是一个 strong deformation retrieval 的例子。因为说你选的下面的东西，它在走的过程中就是完全。哎呀，你怎么会这么 stupid 呢？我想想，这个是送到 S，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就这样大改这样，就调整写错了，就送到 S。好，所以说你的，如果这个地方选的是 X 0的话，那不管我 S 带多少，
好，这个符号有需要特别解释吗？这个符号是这样，这个符号定义是说，例如扩展到一个等价关系，这个等价关系呢，它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如果你的 x 呢跟 x prime 等价的条件只有两种，第一种 x 就是 x prime， 而且它就不在 A 里面；第二种是x 跟 x prime 都在 A 里面，只有两种可能。这是一个等价关系，就是在 A 里面的点 B 是等价，你在 A 里面的点只跟自己等价。那扩圈到这个等价关系就叫做一个，就是一个扩圈赛嘛，扩圈同道理。那 A 就对到一个 B， 整个 A 被捏到一个 B。好，这个地方呢，你刚刚就想说我要讨论这个扩圈呢，扩圈完之后零一，这个东西。那我们刚才讲说你会有一个 set theoretical。这个可以交换，这个映射就是 quotient map 的派乘零一。这个映射我把它给个名字叫做 h lower， 不要叫 h bar， 好不好 ？h bar， 给个名字叫 h bar。就这个条件啊，这个 strong deformation retreat 条件会保证我可以接下来。你要去想一下这是为什么，想一下这是为什么啊？这个我交给你自己学，这很容易，这样容易。原因是这样，原因是你可以把它也想成是它勾连到一个等价关系 ，set theoretical， 哎，不管错。那么那个条件会告诉你说，那在这上面彼此等价的点送过来之后，再送下来还是会同一点，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意思接过来，这给你自己去验证。事实上，你并不需要要求到 strong deformation retreat 那么强，你只需要要求到就是说，这个条件不一定要是等号，你只要一开始的点是在 A 里面，那么这个东西只要还在 A 里。都可以从下面把它接过去。不过，因为一般来讲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就是说同一个情况。你去想一下，你回想一下就知道啊。就说为什么我下那个条件会保证下面可以有个映射结果，使得这可以交换。你去想一下每个元素应该要对过来是谁，你会知道。那么我们希望的是下面这个是连续映射，因为如果它是连续映射的话，我就知道啊，这个 A 所对下这个点是这个空间的一个底层的最初。是让 strong 的，可以吗？反正讲这是这么多，只在告诉你说，我若在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个 strong 的 retreat， 那么我把那个 retreat 完那个东西，那个 A 缩成一个点，我就得到一个新的空间。然后那个点呢，我想要说它也是这个新的空间的 strong 的 retreat， 可是这需要一些条件。这个条件呢，一般来说，这个 map 只是一个 set theoretical map， 但是我需要知道它是不是。如果它是的话，那个点全会是 U quotient A 的 strong deformation retreat。OK， 透过这个 map， 好，这个清楚吗？就是我并没有说，好了，我把它写出来。如果呢 ，H bar is continuous， 那么。IA， 好，这是一个点 ，is a strong deformation retreat of U quotient A via H bar， 就这样，我只要叙述这件事情，那这给你自己当练习，这很简单，这是不难。这个事情不见得总会成立，我说当它成立，当它是 continuous 的时候，那么。真的就像我左边那个例子那样，本来是下面那个面是整个柱子的 strong deformation retreat， 那我现在把它说成一个点之后，那个点会是这个锥体 strong deformation retreat， 唯一的杀手点就是这个 topology 可以很诡异，所以你不得不这样假设，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映射都是连续。好，这样可以接受吗？如果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来叙述结果了。我们等一下的符号都会照我刚才写的这样，就是我有 U 啊，有 A 啊，有 H bar， 我一直这样写的，
A 是一个，就是双击中间出来。好，这个 proposition 是说呢，如果 X 是一个多个空间，然后 A 呢是在 U 里面，在 X 里面，然后我还假设一件事情是说，我假设，比如说 A close。然后，它是一个双底的一个 return。对不起，我改一下，它是在 interior U 里面，在 X 里面，啊 ，U 当然也在 X 里面。它是一个 strong deformation return。这个里面还包含了 U 波选，我这意思就是把 X 里头整个 A 也整个 B 来代表整个 B， 那当然 U 是这里面的一部分。这个映射呢 induces 一个映射是从 HK XA 到 HK X 波选 A 那个点，这个点就是 pi A 的意思，就是这样。不是随便的点，是拍的这个点。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对吗？那上面这个假设呢？你虽然觉得它看起来是啰里吧嗦的，但是它其实很常发生。它只是在告诉你说，什么情况是我们要的呢？交给 Z-check 很容易，我做这个动作嘛，我这边也是做 extension， 好，这边要做 extension， 我想要你去试试看，你告诉我这个，我现在书本上都是写 close， 我只想问说可不可以更 general 一点，你自己去问说这个点，这个点 ，high A the closure 是不是有掉站 ，high U 的。你自己去 check 一下，如果有的话，你东西就可以写成我现在写这样，好，自己 check。如果有的话，那么我就同时把上下都扣掉那个点，不是把上下，把这两个人都扣那个点，再来做做开始。我就对这个也做 extension， 对这个也做 extension， 就故意把里面这个 A 给剪掉。可是呢，重点是这样，重点是你剪掉以后的东西，这是一个 homomorphism， 这边也是。为什么？你这个 closure map， 你是不是只有把 A 捏成一个点 ？A 以外的东西都没动，所以你放在 A 以外的部分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 homomorphism。转一下，这个是不是很明显？对吧？因为那个地方下面的 open set 就是。延续映射是没有问题，那你就问说上面的 open set 送上去是不是下面的 open set？ 这个地方需要也是 close， 好吧？好吧，还是假设回来好，不好意思，这样比较好，不然那个
像是这样处理的，因为好，这样的 S 老师啊，你回想一下，就是说这个，我希望呢，这个我希望这是一个后面模拟，那这是一个后面模拟，那 set theoretical 没有问题，这是一个连续映射 ，bijection， 只是说 topology 你要小心一点。那我相信你应该在这个条件下，你可以很容易证明这是一个 open method， 你上面 open set 冲下来，同样道理后面也是。因此呢，这非得是个 isomorphic 的范围。这很好笑，这个 argument， 你先把东西换到大一点的东西，然后你再把原本那个有变化的部分给切掉，切掉以后外面就没变化，没变化就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你换到大一点的东西这件事情，因为呢，这个 u 跟 a 的红帽这个太极一样，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在同步。原因是因为那个 long e sequence， 我刚才擦掉那个旁边那两个字，就是在同步。所以就做了，就做了，可以吗？好，差不多就这样子。这个关于 relative， 我们要一个部分。那这样子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我前面有提过，就是说。在同样的假设下，我们知道呢，这个 relative 的东西，它就会是